啊，今仔日哦，要抽这个万圣节的龙叶哈，啊，究竟这次能不能花少少的抽数抽到呢？你兄弟哥哥，有免费啊！本次十年召唤为限时免费，请在每日第一次是，二周年棒棒，赞哦，赞赞，你兄弟哥都忘记还有免费了，我现在发现，噔噔噔噔噔。没有，不意外。啊，免费十年抽到这些没用的东西。不要啊！你们不要乌鸦嘴、欸。重训不会背叛我，肌肉不会背叛我，可是女人会。重训肌肉是不会背叛我的，完了完了完了，有不好的预兆了，完了完了 ，BBQ 了，体脂肪也不会，没错，哎呀，当初阴晴阳就是被农业的美色给诱惑，然后把有一千尊剑的剑甲。丢失，有在跳了吗？我看一下，多少了？哦，9.5了，哇，你好羞哦！无忌，你要记住，越漂亮的女人越会骗人。不是吧？哎呦烂的、欸、我这天不要抽了，烂死了，什么东西啊，不然漂亮的女人是不能信的，没有开玩笑的，不开玩笑了，可以吧，这次再没中，不可能吧，没有这种事的吧，哦，有了啦！真的没中，那是夸张的哦。第一个我靠腰，是不是啦？我不想玩的啦。那是我有的，这种观点没错，但 fuck。当初高皇军就有劝阴千阳说，不要让来路不明的人一起同行，一起同行搭那个小船。你看吧，你看吧，搞什么搞什么？真和剧情，二师兄、师妹，你当我是什么人？二师兄，我那个剧情我还记得哈。好啦，去抽啦，可恶。我现在算第40抽，前面10抽是免费的，不算。裤子都脱了，你给我看这个，当然是要抽到底啊！剩几抽啦？1、2、3、4、5，那第50抽，对，第50抽。当 up 一定很容易歪啦，那没办法，因为你一原本是两只嘛，啊，你现在变一只，这样容易歪啊。好，降低60抽，1、2、3、4、5、6，对，第60抽，
我记得我货运好像也是 Y。有了，有了，哎、欸，这次一定是吧？有了，有了，一、二、三，第三个有了，有了，到手。现在的你，连我一根手，你现在的你，连我一根手指头都，哎、欸，那台词什么？三的啊，四的啦。至少在你面前，我只是农业。我不是双双，我是农业。好啦，算顺利的、啊。这样多少？加免费的话，一二三四五六七七只抽。前面抽到那个、啊、高皇军啊。哎、欸，为什么有这个？我们等一下看一下，我点单。哎、欸，为什么有这个？是现在送的吗？哦，累积抽抽相会送哦、啊。OK， 有一些哦，这个啦，这个啦，这个这个。可是这个是每个地方都有吗？没有，只有这个才有。哦，好。哦 ，OK， 看到了。天下语音。九夷天尊剑，我的使命。我的生命就是为了这把剑而存在的吗？对不起，其实我是来自地界的九黎之女，我也不叫双双，我的真名是龙叶。时装看一下，哎，初始的球是这样，哇，好 Q 弹哦。我记得龙叶前面没有这么的。我记得没有就没有那么夸张，但我没玩过完整解哦。双双是太渊啊，龙叶只是来人界的时候用他那个太渊的名字而已。怎么那么明显啊？屁啦，但我没玩过完整解哦，完整解不是长这样的啊。但我没玩过你，明明就是阴晴阳就是喜欢平胸啊。因为高皇军身材这么好，你偏偏选一个身材不好的。对不起，歪了歪了，不好意思。然后技能部分它有阵法啦，这阵法还蛮不错的。阵法就是那个与无克制关系目标对战伤害防御提高，我觉得这点还算 OK， 剩下基本上都要点的啦。哎、欸，不过乡村其实好像还好，跟上路这个一样点。九黎血气哈，虽然是两念力的被动啊。然后大招，交换器的百分比哈，这个 BOSS 应该是没办法换的。好，语音的时装只有一个，所以现在看不到。好，好，我们抽这个阴前阳跟阴凤人哈。算，好，那是第阴仙羊卡池第十抽，没有，会不会中呢？我想跟龙叶有绑定特殊技能啊，就说阴千阳是最好的。等一下的台词是什么？诸天见证啊，没有，闭嘴！你给我见血，我会哭哦，我马上哭给你看。是荒神凶魄吗？我可是七杀星转世，阿弥陀佛，天尊主宰，欸，有这招。
可以，还可以，没有，蛮衰的。哎，够。就还可以啦，干这又没有，我觉得硬纸会哦，还可以哦，有啊，我刚才洗了，洗得很干净啊，洗到我手都很干了。来抽了啦，抽起来啊，各位！没抽中我也没办法了啦，我尽力了啦。我现在乱换，你知道吗？有了！拜托拜托，让我中吧！第一个又是第一个，我又是大黄金吧！哇！在下殷千阳，乃泰山天玄门下，习武之人，乐于言辞。你多了解，在下殷晨阳，乃泰山天玄门下习武之人，那与言辞，你多谅解谅解啊！师妹，你当我是什么人？我怎么会对双双姑娘一见钟情呢？收工啊，这镇魂令吧，收工啊！这样几抽了？一二三四五六七。八九十，加免费的是110抽。哎、欸，好爽哦！哎、欸，那我心愿卡池可以抽了，我要选风寒月。哦，这个过几天再抽，是七天嘛？那下礼拜抽好了。110抽三绝，对啊，对，还有钢皇军，荣誉钢皇军，对，都是黄神界的黄神界的人，然后阴凤人。以后再说好了。我是很坏啊，暗队已经很多啦。对啊，暗队 有很多人嘛，有离子啊，有龙叶啊，应该不需要阴凤了吧？对不对？龙叶是张卡子啊，跟我之前猜的一样。好，然后、啊、我们等一下看对话哈，我先看一下阴千阳，爽哦，好爽啊！我雷系的角色终于好很多了，有一个侠客了，真的有燕赤侠啦，但是燕赤侠没有练。哎，在哪里？这里。哦，帅。荒神凶魄是一种魔，凡人之爱亦是一种。没错，夫妻都收到了。还有没有？以后会出一个？他应该会有那个吧？我记得他有那个露身体的时装。荒神凶魄是一种魔。荒神凶魄是一种魔，对，他只会讲这句了。荒神凶魄是一种魔，凡一切自弃剑而始，与得剑而终。都忘记阿良了，哎，无方非剑。OK， 又可以录殷千阳的招式了，明天再录。我们等一下看一下，直接拉到最高会花多少钱 ？OK， 好的。那我们看一下时装的部分，应该是没有了哈。哎、欸，有啦。对嘛，我记得殷千阳有，哎，没办法看是不是？其实原本造型就很好看的。如果是这个是镇魂令的话，为什么要把它搭在手上呢？我觉得很突兀哎。而且镇魂令虽然跟殷千阳是有关，很有很大的关系没有错啊，但是就不是，我觉得很怪。好，然后五内我记得也是有阵法的，对，没错。这阵法我觉得也不错。好，然后这个是什么一心无二，那有没有什么哦，他有必死就虚，然后横剑同意，然后这是什么七杀宗明 OK， 这些都是之前的诸天数二，这是七一技吧。哇哇还在这么多哦，欸，哦他是一次可以哦，看懂了，哦现在可以了哦，不用再一个一个点了。哦 ，OK OK。哦，你改成这样了，我现在发现。好，我们等一下看一下他们的技能。
的招式哦。然后我刚刚还要按什么？哦，时装啦，光梦霁月。可是我刚刚怎么没看到光梦霁月有东西可以看？这已经很久了吗？真假的？我也是这次才开放哎，一直没发现。哎，在哪里啊？好，那这次就是110抽吧，对不对？110抽三绝，对，110抽三绝，高皇军、龙叶跟银千阳 get。好，祝大家都会抽到你们想要的角色。好啦，先这样。